Hello， 大家好。我现在人是在双溪的一个中华路上一间他们当地很有名的一个早餐店。每次我来到双溪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他们的早餐都一定要吃双胞胎呢？那然后有一次我在他们的社团里头 po 文，他们都当地的朋友，双溪的朋友都说，这样的是他们最对味、最正统的早餐，所以我今天也来试试看。双胞胎，然后配青姜，我先试试看哦。对，你的馒头蛋，对，这个人很不错。很特别的感觉，因为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这样双胞胎来配青姜，它这两个味道。其实 mix 起来感觉吃起来还不错哈，欢迎大家有空可以来双溪来这边吃看看这样的搭配，双胞胎还有青姜，他们这是正统的早餐哈，谢谢，拜拜喽。